明明是京城首富，却幼稚的像个小孩。这是发生在自己公司的一幕，因为老婆给自己加班，身为老板的自己实在无辜，于是乎偷偷在门外的眼光看嗨了。这小手，这勾肩，这蜜汁操作，尤其是停电后突如其来的公主抱，门外女生表示这顿夜宵真饱，